邱老师是香港人，香港的。你挑了做这个，这个也是一个经典。那在这个对白上，你感觉一下。等会儿看一下剧本。臣韦小宝拜见皇上，限你们一刻钟之内投降。那我呢就做女孩子了。小宝，我也想吃，山路也要做个饱死鬼才好吗？哎，小宝，皇帝哥哥。哎，小宝，小宝，哎，别打，别打，出来吧。车保罗老师，他其实也是《鹿鼎记》原著亲身经历过的演员嘛，所以他肯定也是非常非常有经验，他也很乐于去指导我们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怎么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这个不贵王八蛋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他那个德性刚刚是我要的东西，我打你就打你。你刚刚也把你的感觉做了出来，是好的，好事，好事啊。镜头里头他就是小惠子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兄弟，那种感觉呢是两个人的戏，很特别的。新一代的演员呢，其实我愿意跟他们分享，因为你是用心去做的话呢，出来的东西是最好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赶紧。二导，你好你好。我请到导演过来。导演坐，导演坐。今天晚上这个词儿，这个要先捋嘛。对。但是其实你们要把自己的人家的词儿要记得。现在有几个角色？韦小宝，然后康熙，然后他的四个老婆。那他四位老婆今天不来？应该是不在。你什么时候去请他们呢？去找啊？他要背词儿，后面整个时间都不够了。今晚，今晚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戏是吧？那你带着剧本去，要找几位演员带几份。哎，我去找我的双儿，双儿在哪儿呢？他们在干嘛呀？我想拍，先让人拍吧，回吧。三顾茅庐，刘备啊！快！帮个忙好不好？那你喜欢哪个？能不能串一下？你喜欢的你先忙吧。排练了，你再多找找吧啊。好。那你俩能演个韦小宝的媳妇吗？我可不行了。一人一句，一人一句。怎么样，周老师？我脑袋要炸了。就是真的没有想到最后变成这样，就是挺落寞的吧。咱快速对一下来。我再就是词儿对一下吧。现在该叫你韦小宝。还叫你韦香主啊，朕独自避开旁人进来，就想问到底怎么想了。皇上，小桂子是被这些老顽固弄得身为人。Hello, 你好。英子，哎，你都找齐了。《鹿鼎记》是我觉得很好看很经典的影视剧，所以我还是决定过来助演。而且这也算是我多尝试了一个角色嘛。特别感谢我的四位老师，四位女老师来，可以来帮我这个忙，谢谢，特别感谢。你们是韦小宝最坚强的后盾。你对自己这个组有没有信心？一下就是有契合度的，没问题，可以互相去成就对方，去演好这场戏。八神，我骂你怎么了？有魅力的演员就是努力演好自个儿的角色，把自个儿的角色演得透透的，吃得透透的，呈现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就会很有魅力。小鬼子，小栓子，你说这个是王八蛋？《鹿鼎记》它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优秀的作品，希望我们能够去把它给呈现好吧。各单位准备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抱抱人生大戏，高端优萃开启。接下来进入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，无限超越时刻。韦小宝夹在天地会和康熙两股势力之中，进退维谷，遂决定率妻儿离京隐居。不料此时天地会的人以韦小宝妻儿性命相要挟，命其带他们去找大清宝藏。
与此同时，康熙一行人也来到了洞外。好，走，快！这个也找起来，找。哼，这也不错，这个一定要说好了啊，这个说好了。走，去，找，接着找。小宝。我也想吃。嘘。四位天地会的大哥，哎，你们也吃饱喝足了，财宝也拿得差不多了吧？能不能放我和我老婆走啊？有了这些大清的宝藏，我们向康熙复仇的大计就指日可待了。韦香主，哎，你难道不想再帮帮忙吗？你们能干，你们人多办好办事儿。我呢，只想和我的老婆们在一起。好，韦香主，那你就再考虑考虑吧。接着搜，快。小宝，别着急。过一会儿我们就能出去了。他们待我们还算客气。哎，这个御马跟我们家的好像。这是我们大清的宝物，肯定像啊。嗯。这样能糊弄过去吗？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天地会想让你对付康熙，康熙又让你剿灭天地会，你最难做。放心，只要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我们就能逃出去了。就算我们逃出去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就再也不管天地会了，再也不管康熙了。接着走，快！我们回扬州，开个铺子，我们舒舒服服的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，皇帝哥哥会失望吧？毕竟他对你那么信任。这个回头再说吧，现在可不能让他知道我和天地会的人搅和在一起。小桂子。你胆敢同天地会的反贼来挖我大清宝藏，实在罪该万死。现在有两门神武大炮对着你们，限你们一刻钟之内出来投降。皇帝哥哥，他怎么来了？只有一刻钟，快，兄弟们，挑值钱的拿。怎么办啊？这破瓶子就不要了。哎，这可不能扔。韦香主，怎么有四个韦香主啊？啊？韦香主，韦香主真是深不可测。啊，原来你在给你下迷药了。嗯，大功告成，我们走。走。嘿，爷爷的，康熙既然觉得老子真的会来找大清，我真是什么？皇帝哥哥，臣韦小宝拜见皇上。现在该叫你韦小宝，还是韦香主吧？朕避开旁人独自进来，就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想。皇上，
小桂子也是因为这些老顽固才弄得身不由己啊。你是和朕走，还是留在这里？汤马法还有一刻钟便会开炮。皇上，你硬要小桂子选的话，小桂子只能……你看看，我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皇上呢？这没事。皇上，你不说大炮还有一刻钟才会开炮吗？朕的西洋表的确还有一刻钟，这汤马法怎么回事？这关乎到我们的生死存亡，你竟然没和汤马法对表？这还不是境外先来找你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要再吵了。是啊，还是先把门口的石头给清开。小宝，皇帝哥哥肯定不是故意。你别和他解释，要不是他勾结这些天地会的反贼，挖我大清宝藏，回朕的龙脉，会有今天这祸事吗？